想怎么做称出大象的体重。曹操让人拉着大象来到河边，把大象放进一艘很大的船上。大象上了船，船开始往下沉。等到船进底的时候，曹冲在起水边的船帆上画了一个记号。然后曹冲让人把大象从船上牵下来，又让人往船上搬石头。石头越来越多，船又开始下沉。下沉到画记号的地方，曹冲马上叫众人停住。曹冲对父亲说，你让人称出石头的重量，就是大象的重量了。石头也到那记号时候，再把石头搬出来，一个一个称起来，然后加在一起就是大象的重量。嗯，也就是说，用石头的重量等于表示大象的重量。走，这个故事里面蕴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在数学上我们叫做转化。今天我们就要用转化的策略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曹冲为什么要转化呢？你来说。因为那时候科技没我们这么发达，不可能一直接把大象重量用秤子称准了。嗯，他是把什么转化成？把石头的重量转化成大象的重量，把大象重量转化成石头。嗯，他们转化的前后重量是相等的。相等的，是不是啊？请坐。接下来，曹老师要考考同学们的眼力了。请你来看，请你来观察这两个图形，哪个面积大一些？你打算怎样来比较它们的面积呢？好，同学们已经有想法了。老师啊，把截图发送到大家的平板上。请你用你喜欢的方法来比较一下它们的面积。你可以对图片圈圈画画，表示出你的想法，然后再发送到屏幕上。
二十二号同学来问。你来说说看，第一幅图你是怎么想的？先把上面那个多余的部分移到下面的部分，下面那个空缺的部分。嗯，然后拼成了一个长方形，长方形形状。我们来看，可以把上面这个半圆向下平移，正好拼成一个长方形。说吧，你是怎么想的？把下面那两个类似三角的移到上面，刚好填住上面那个半圆两边的空缺。嗯，也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长方形形状。刚刚两位同学都用到了一个平移，我们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第二幅图呢？你是怎么想的？我是把那个多出来的两个圆移到上面，刚好也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嗯，这两个小半圆我们可以分别拼到两边叫空缺的旋转180度，也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用旋转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面积的大小了吗？能。你来说看，你是怎么发现的？那位男生，你来说。面积是一。他们的长都是5，长都是5厘米，宽都是4厘米。好，我们发现啊，这两个长方形的面积是相等的。好，回顾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平移和旋转都把这两个图形转化成了长方形，发现它们的面积是相等的。请坐。那么同学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都用到了什么策略？转化。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好，最后一位女生。形状变了，变了，面积没变。形状变了，面积没变。形状。所以在应用转化策略的时候，这个题目我们比较的是两个图形的面积，所以要保证它的面积不能改变，对不对啊？为什么要用到转化的策略呢？为什么用到转化的策略？通过转化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嗯，然后帮助我们。你观察。观察额。请坐，你来补充。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把一些比较难的题目做得更简单、更方便，更直观的观察它。嗯，可以更直观观察它。原来这两个图形都是怎样的？都是长方形。原来的时候。不规则的图形比较的复杂，而且难以比较，所以我们都把它转化成了规则图形，也就是什么图形在这里？长方形，便比较的简单，便于我们比较。我们啊，解决这道题目的时候，通过平移和旋转将规则的图形都转化成了规则的图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持面积不变。
刚刚啊，我们应用转化的策略，解决了顺利解决了这两个面积比较的问题。接下来，请你来观察下面这个图形。如果小方格的边长是一厘米，它的周长是多少厘米？请问你能一眼看出它的周长吗？不能。为什么不能？你来说。因为这是不规则图形。你觉得这个图形不规则，我看不出它的周长。那么我们也用，为了要方便计算出它的周长，也需要用到转化的策略，对不对啊？接下来老师把这图发送到大家的平板上，请你来画一画你的想法。是8+4的和乘二，等于24厘米。请问你们来比较一下，例题一与我们这道题目的解决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王哲，你来说说看。他们相同的都是用了转化的方式，不同的是第一个，它是要求我们求它的面积是多少，周长变化了，面积没有变。第二个是求周长，它的面积变了，周长没有变。你说的很好，我们一起来看，它们相同的地方其实都是原来是不规则的图形，转化的策略变成了规则图形。从
化的过程当中，什么保持不变？面积。而在我们这道题中，通过转化了之后，它的什么不变？周长是没有进行转变的。所以我们运用转化策略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灵活的进行转化。其实啊，在我们以前的学习当中也用到过转化。那么请同学们回想一下，我们在以前的学习当中曾经用转化的策略解决过哪些问题呢？同桌相互说说看。有时我们做解决问题时，题目上说是两生果直到最后，但是它的问题是要给分给小朋友们多少毫升果汁啊？这是一个单位的换算，对不对啊？请坐。还有没有？来，那位女生。有的时候我们做路程之类的，它那个问题上面给我们的数量它是几千米，但是。要是问到了问题之后呢，它变成了米，我们就需要把那个千米转换成米。这个也是一个单位的换算，请坐。其实啊，我们上册书上学过多边形的面积，还记得吗？记得。我们在推导多边形面积计算的时候，也用到过转化，对不对啊？对。好，在计算多边形面积的时候，像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计算时都运用到了转化策略。接下来老师把截图发送到大家平板上，请你在小组里面说一说他们的转化过程。四人为小组。平行线垂直的，然后需要那一块就是切成一个直角的三角形，然后移到另一边，就成了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我们已经学过了怎样算面积周长，然后第一次面积的面积转化成了长方形的面积。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它的面积有没有改变？没有，就变成了长方形的面积，所以它的面积是底乘高。请坐，先来说看三角形。叶周琪，把两个相同的三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平行四边形的底就是三角形的底，平行四边形的高就是三角形的高。在这个过程当中，三角形的面积变化了吗？原来三角形的两倍，所以三角形的面积是变大，算式是公式是底乘高除以二，还要除以二。请坐。再放一个同样的梯形，然后拼在一起，变成了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呢，公式是上底加下底的和乘高除以二，也就是说。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原来梯形的两倍。请坐。数学当中啊，有这个形，也有数。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图形王国里面体验了这个转化的魅力，那么我们到数的世界里面也去找一找有没有转化呢？首先来看，这是小数乘法。小数乘法是怎么转化的？3.8×3.2，你会算吗？可以把它看作，当做整数乘法来算，然后算到最后的积的时候，我们还要加上小数点，对不对？为了保证它的积不改变，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转化成了正数，但是最后的积我们还是要数出积里面有几位小数。请坐。除数是小数的除法当中我们是怎么转化的？王哲，我们把小数的我们把除数的小数点先化去，看它变大了多少倍，再把整数的小数点移位置或者去掉，它改变的位数也就是除数改变的它变大了多少倍。也就是说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成除数是整数的除法，根据商不变的规律，这样子一起转化之后，商变不变的？商也不变。请坐。数转化真是一个法宝，在我们以后学习新知识的过程当中也经常要用到转化的策略。数学家赫伯根曾经说过，神奇化异是谈到异化神奇不足题，我们把不规则的图形转化成规则的图形，把未知的知识转化成已知的知识，也就是神奇化异。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练习当中来感受一下转化的神奇。用分数来表示下图中的涂色部分。请你在答题纸上选一选。
都选了 D 四分之一，对不对？第二题大部分同学都选了 A 二分之一，第三题有各种不同的答案，那么比较有争议，对不对？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待会儿来看一下它的转化。先来看第一题，大家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好，最后一位男生，可以把那边就是右下角的那边就是凸出来的那个屏障上面缺的那上面把它进行旋转，对不对？组成了这个图形的四分之一，当然还可以，不错，还可以。你来说，把左上角的那个图形拼到右下角的图形上，也是平均分成四份，表示其中的一份，也就是四分之一。那好，不错。第二题，谁来说？你来说，最后一个男生。把一块长方形平均分成两份，右边多的那一份移到旋转平移到左边左上角缺的那一份。把它平移过去，对不对？那么就组成了原来图形的二分之一，还可以。那位男生，把左边的那个图形移到右边，平移到右边空缺的地方，也是图形的二分之一。这两位同学都用了平移，对不对啊？那么最后一幅图到底是多少呢？老师把这个截图发送给大家，在黑板上画一画，想一想，到底应该用哪一个分数来表示呢？我是把它旋转了，把它变成一个正方形。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16/9。你是通过把它旋转，好，得出来结论是9格，对不对啊？好，那么请你来到黑板上来试试看，我们来旋转一下，看看是不是九，正好9格。是不是正好9个？不是。哎，不是正好9个，为什么不是呢？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正好9个呢？你来说。上面这里还有点倾斜，把它放正的话是9格。正的话，如果是9格，这个凸起来这边一条肯定是93格长。请画上去。这边这一条和这一条长，因为它是斜的。在哪个三角形当中？在。每一个三角，这条是阴影部分的边长，对不对啊？它在这个三角形当中，肯定要比3格要，比这条直角边要长一些，比3格肯定要长一些。就是这条放到这里的时候是3格多一些，对不对？好，请坐。那么它肯定就不是9格。那么这条斜边我们能计算出来吗？不能，它是未知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把未知的进行转化。好，我们来看谁有好办法的。35号同学来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我想到前面去。直角三角形拼到这里就组成了一个长方形，对不对？几格？3格。3整格，对不对？还可以，还有。把这一部分的形旋转到这里。拼到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对不对？好，那么也是3整格。好，操作一下。动一下，静一下，三角形，等一下，好，这样就组成了3整格，对不对？这里3整格，这里3整格。
中间没有移动的四整格，其实合起来是十整格，所以用分数来表示应该是6/10。好，请坐。同学们都通过这个拼解拼这个阴影部分，我们可以求出来阴影部分的面积，对不对？能不能直接求？不能。那么进行了转化。那么除了转化阴影部分的面积之外，你还可以转化哪一个部分？那位女生，你来说。我们还可以转化空白部分。嗯，你到前面来操作一下。是六整格，那么阴影部分的面积就是十整格，为什么？16+6等于十。好，请坐。刚才这个题我们直接求它的阴影部分的面积是无法计算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进行转化，从能计算的地方入手，我们可以转化成这样一个图形，对不对？可以把整个面积算出来，然后再算出那个要求草坪面积。请坐，还没有想完，说。可以把小路的面积先算出来，然后呢，再把整体的面积算出来，再减掉小路的面积，就等于草坪的面积。嗯，你觉得这样算几遍吗？你来说，可以把中间的那条道路移到上面，然后把竖着的那个道路移到左边。嗯，然后就草坪就是一个。
把那个长方形的长减去小路的长，25减1等于24米，然后再把三个长度减去小路一米的长度，16减1等于15米，然后再把它们两个相乘，24乘15等于360平方米。嗯，很好，请坐。请同学们来比较一下这个转化前后的图形，你发现这个转化有什么好处啊？嗯，你来说。看起来更简单，更方便。嗯，看起来更简单，更方便。请坐。好，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啊？转化的策略。转化，我们可以通过平移、旋转还有割股的方式，能使规则图形变成规则图形，能把复杂的题目变成简单的题目。嗯，复杂的问题怎么样？简单化。嗯，说得很好。还可以，刚刚我们把数字转化成了图形，对不对啊？好，把这些王者总结得非常到位。接下来曹老师送给大家一句数学家的名言，什么是解题？就是把题目转化成已经解过的题目。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能够学好转化，这个用